因为各位，如果你为他念一遍阿弥陀经，让他描述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庄严，带他信愿往生净土，他很难得不去超度的，所以我想各位，这个不能拖，不能拖太久。方法，佛教讲的是效率方法。来，法会功德，我向陈建生，所有癌症病患者，造成癌症，冤亲债主，动物灵，嗡啊吽。那肠癌大部分都吃动物多，再来就是对事情不能消化，很多事情你不能接受，不能消化，就很容易得胃肠癌。很多事情你不能消化，又抱怨肺癌；有些事情你不能消化，还骂人、苛责对方，心脏病。同样都是那些事情。所以各位就你想接受一切。学佛讲空性啊，就是不抱怨，接受一切。智慧，什么叫智慧？你想，心如虚空，接受一切，包容一切；心如大地，忍受一切。因为自己得到的都自己做来的，你心里平静，平静而来忏悔念佛，就很有力量。千万不要抱怨、对立、不接受，那念的佛号就不够力，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些一直怀恨，某一点怀恨，不甘愿，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而且会拖得很久。所以我想，学佛教叫我们无我、空性啊、安忍啊，这样就可以消除自己很多，而且可以帮助对方。像我现在在练习什么，就是说练习。这个人不会修，但是我来替他忏悔，我来替他，我在练习这个。但是要练习这个，一定要让他的冤亲债主感受到我对他的爱。所以有时候我故意的，我就去问那个善知识，这个人的冤亲债主跟我什么关系？一问都有关系，没有关系，不可能没关系的。我就套这个关系跟他，让对方觉得他跟我有缘，然后我来做中间者来帮助，这样来跟他解散。因为对方他不懂得超度，他也不会，但是而且要做到，你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同一个飞机，同一个车上，你就尽力的替对方回向。但是重点是你要保持一个空性平等的，刚刚讲的大慈悲心的十种心。如果家里的家属自杀，房子要如何超度？来，法会功德，我向陈英豪。我很喜欢念缅甸佛教有一个来孤伟达菩萨，因为这位孤伟达他有发愿，任何有自杀的地方，那这位孤伟达翻成中文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引领他到一个好的地方，就脱离现场。然后呢，我们再来为他念阿弥陀佛超度，这样啊。那当然，自杀经常念来南无不动如来啊。除了念南无不动佛，你帮他要跟他说法，要跟他说法。自杀有自杀的一个心态，但是你不要苛责他，你要安慰他，安慰他啊，让他觉得你对他的重视，然后呢感动，慢慢的就可以离苦。来，法会功德。我向所有自杀者及其冤亲债主，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我再讲一次，嗡就是我们把诸佛菩萨，包括五方佛的力量放到你的心，然后哄的时候就给了对方，那你是嗡啊哄，所以我们的心更得到很多的价值，再来，法会功德，我向邱玉莹。因为他做了三次脑癌手术，结果现在又长出来，又有忧郁症。我想脑癌就是用脑的问题，你用脑的方向正确就不会有脑癌，你用脑的方向错误，处心积虑啊，或是去设计什么，或是去强迫什么，抱怨什么，就很容易。当然也包含了过去有伤害到众生脑的因，所以有脑癌患者最好的方法是救那些要被破脑的，
猴子啊，被打头的动物先这样救。那再来，你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念头，好的念头。如果做不到，自己多念佛啊，多观想佛，转变自己的脑筋的思维方向，就是好的念头。好的念头就不会有坏的细胞。再来，法会功德。他说他的爸爸跟他弟弟一起往生了，但是他们是基督教，而我女儿要念什么经？超度不分宗教，超度是希望对方脱离痛苦升天，愿意升天就升天，愿意往生净土就往生净土。所以你用你的，我认为念地藏经，乃至你念玫瑰经，乃至你念基督教的圣经，你只要用一个好的动机，对他们都有帮助啊。当然我们念佛经是为了达到就近解脱，但是如果神明的经典，他至少有神的加持带他升天啊。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此父亲及弟弟啊，南无五方如来慈悲超度。再来，如何在工作的时候如法的受持八关斋戒，特别是做销售服务管理阶层管理员工的时候，这是没有差别。因为平常我们管理员工是用一种苛责啊，希望他啊达到业绩啊，但是今天你守八关斋戒呢，是用一个悲心安慰他鼓励他，这个叫修行啊。所以工作的时候以前是为了赚钱，今天工作的时候是为了服务，你就改变了一个清净心啊，再把工作变成一种服务，你会发觉，哎呦，守八关这一届那一天赚大钱哎，啊，因为你动机改变了，这是我的体验，我真的是这样体验啊，所以我很喜欢带着公司人守八关斋戒，不出门都发财，啊，因为八关斋戒的功德。好，他说他有牛皮癣，很久都不会好，皮肤病。最主要的业因是男女的性行为太频繁，邪淫的果报，这是皮肤病的果报。再加上你可能喜欢吃跟动物皮有关系的鱼啊、海鲜啊，他们要被扒壳啊、扒皮，所以当然首先你要多守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可以那一天断淫欲嘛，那这样来忏悔，然后放生。啊，你就开始不邪淫吧，念一下南无清净光如来啊。像我这个人就没办法，我有时候连上台讲课都会痒，现在比较少了。为什么？这里面有，假设过去是我跟人家邪淫的那个女生来参加法会，她看到我又在想那个事，我就痒了。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啊，但是重点是我有这个业，他有那个动机，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自己忏悔啊，多供水啊，对不对？南无清净光如来啊，但是欠人家就要还债啊，怎么办？替他供花供糖啊，对不对？替他布施。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是尊者往东来，却被文殊化引开。东土若无尊胜众，我们难以脱尘埃。
南无达伽瓦帝喀那拉吉亚巴拉帝维斯斯达雅达达雅巴伽瓦帝达利亚他唵维舍达雅维舍达雅萨玛萨玛萨曼达法巴萨斯巴拉玛伽帝喀哈那斯巴巴维舍帝阿毗圣迦多曼索伽达巴拉巴迦那阿弥利达维舍盖玛哈曼达拉巴盖阿哈达阿哈达阿耶三达那尼舍达舍达耶嘎嘎那维舍帝我是尼舍维嘎维舍帝萨哈斯拉拉什米三德帝德萨尔瓦坦塔格达法罗格尼舍达巴拉米达巴利布达尼萨尔瓦坦塔格达哈利达耶提斯达那提斯帝德玛哈玛格尼瓦吉拉嘎耶萨玛坦那维舍帝萨尔瓦瓦那那巴耶图尔嘎帝巴利维舍帝波拉帝尼法尔达耶耶舍帝萨玛雅提斯帝德玛尼玛尼玛哈玛尼达达达布达格帝巴利舍帝文斯玛达波帝舍帝嘎耶嘎耶维嘎耶维嘎耶萨玛萨玛拉萨尔瓦布达提斯帝达舍帝法吉利法吉拉嘎尔帝法吉兰巴瓦图玛玛夏利兰萨尔瓦萨达巴拉尼迦嘎耶巴利维舍帝萨尔瓦嘎帝巴利舍帝萨尔瓦坦达格达释迦牟尼萨玛悉法萨亚摩陀萨尔瓦坦达格达萨玛悉法萨提斯帝德波帝阿摩帝阿维波帝阿维波帝阿波达波达维波达维波达阿萨曼达巴利舍帝萨尔瓦坦达格达哈利达雅提斯达那提斯帝德玛哈摩德勒梭哈唵阿弥利达达伽瓦帝梭哈唵阿弥利达达伽瓦帝梭哈唵阿弥利达达伽瓦帝梭哈唵布隆梭哈唵阿弥达阿耶达尼梭哈唵布隆梭哈唵阿弥达阿耶达尼梭哈唵布隆梭哈唵阿弥达阿耶达尼梭哈。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苏打绿的主唱清风呢，他有一首歌呢，他在歌词中唱到说呢，
如果没有裂缝就